创世，教育创科学，跨域新世代，中区教学卓越计划十年成果展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欢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醒狮团出场，掌声欢迎。
Thank you.
掌声鼓励。谢谢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醒狮团的表演。哇，嘉文，你觉得我们刚才的表演怎么样？真的是太精彩了，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而且让整个现场都活络了起来呢。对啊，而且他刚才狮子走出来的时候，我还怕被踢掉，他刚才不是有跳起来？对啊，吓死我！哇，好高哦！对啊，然后在刚才表演的过程中呢，我有注意到我们许多的贵宾都已经莅临我们的现场喽。那我们是不是赶快来介绍他们呢？好，首先让我们欢迎台中市的大家长林佳龙市长。市长好。教育部高教司李燕仪司长。司长好。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周文豪副馆长，欢迎副馆长。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许春梅副局长，欢迎副局长。台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职教育科詹雅慧科长，欢迎科长。黄守达执行长，欢迎执行长。张廖万培处长，欢迎处长。中区十三所伙伴大学长官们，欢迎各位长官们。中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张桂芳主任，欢迎主任。还有在现场的各位贵宾及各校的师生们，欢迎您今天的莅临，欢迎大家。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立志，我是嘉文。今天的活动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才有今年的创时创世十年成果展。没错，我们的成果展真的是得来不易。从民国1995年开始呢，教育部就积极推动教学卓越计划。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非常重视高教体系的发展，那也因为有推动教学卓越计划，我们现在各个大学才能持续的发展各校特色。而且中区十三所伙伴们呢，非常努力于教学创新，致力学习，重视学生学习成效，打造产业创新转型人才，并且培养学生成为创客，在过去十年来已经奠定相当卓越的基础了。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以创时创世作为我们主要命名的原因。那一项计划的推动一定有重要的推手，首先让我们欢迎主办单位逢甲大学林秉乾校长为我们致辞。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秉乾校长。欢迎。最支持我们高教的我们林佳龙林市长，以及我们高等教育的大家长我们李燕仪李司长，还有我们这一次的共同主办单位我们中国医大的李校长，那我们非常感谢科博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域，以及我们中区十三所大学的各位伙伴学校的校长们、师长们，以及各位同学，以及各位记者先生们，大家早安。早安。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来办理我们这个中区的这个教学卓越的成果展，这也是一个压轴展哦。那我们中区有十三所大学，在这12年的教育部所推动教学卓越计划当中呢，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每一次评比的第一名都落在中区。哇，真的啊，各位可以细数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整合了13所大学，我们所获得教育部在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补助也是全国最高的。哇，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我们中部地区的大学在我们高教师的支持之下，教育部支持之下，在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办出了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高等教育。那这三期的这个教学卓越计划各有特色，但是我们要航向未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们13所大学都是以创新创客为主题，也代表着我们要航向未来，站在我们这十几年来教学卓越的基础上，未来我们有新的计划，我们这个政府也有新的发展，我相信大学绝对是我们政府最重要的后盾。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我们未来的年轻人。我想所有教学卓越计划的投入就展现了我们高等教育事实上是以培育人才为最重要的，也非常感谢我们13所大学的这个伙伴学校大家一起的付出，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科博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更谢谢
林佳龙林市长啊，百忙之中来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成果展，祝福我们成果展顺利成功，谢谢。谢谢林秉乾校长的祝福与勉励。接下来邀请台中市林佳龙市长为我们致辞，请。好，那我们邀请教育部高教司李燕仪司长先为我们致辞，欢迎司长。谢谢我们主办单位逢甲大学哈李校长，还有中国医的李校长，我们今天的贵宾林市长，今天在座很谢谢各位校长今天都出席这样的一个成果展啊。我们教学卓越计划总共执行了十年，那这个十年是其实是到去年就告一段落。但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个延续啊，今年有再延续一年，北中南三区都办了成果展。那我们今天是中区的一个压轴啊，刚刚李校长也讲了很多，我们也肯定中区的学校在这个教学卓越计划扮演的角色跟推动的成果，现场有很多的展示，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我想要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教学卓越计划里面有一块很重要，是我们要重视学生的学习。那这个学习的内容是涉及到老师教学，教学的翻转是我们最在意的。那明年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高教生跟计划，我们会希望老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要有一个在地连结，也就是说这个教学跟学习有没有跟地方的产业、地方的文化、地方的需求，还有认同地方在地的一个感情。我们更希望所有外地来的学生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学校来就学，毕业之后还能够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就业，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要去强化大学跟在地的连结，甚至大学所要扮演的社会的这个责任啊。那很高兴今天我们林市长也出席我们这样的活动，代表他是非常重视我们大学的力量。我们也更期望大学能够开放校园，带动我们所在地的中小学的教育，因为我们对学生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校园是他们最佳的学习的场域。那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教学资源，我们也一样能够分享在所有的学生，因为他们将来也是我们未来的学生。很感谢今天大家出席，也更感谢各校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教学品质还有成果展，谢谢大家。谢谢司长的支持与勉励。接下来邀请台中市林佳龙市长为我们致辞，欢迎市长为我们致辞。很高兴今天来参观哈我们中区教学资源中心所办的教学卓越的成果联展。那这个刚刚李市长也提到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创新，包括在产业发展方面啊，要链接国际啊，链接在地，还有链接未来。那这个尤其是5+2的创新这个产业哦，更是如此。那台东市在行政院核定啊，是作为未来创新产学发展里面智慧机械之都啊。那么大家知道机械是所有可以说工业的基础，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发展智慧制造，那这个最关键还是在人才的培育哦。硬体的设备啊，大家台湾大概在制造方面都是相当的可以说是在产业上很有竞争力，可是怎么样跟人才结合啊，我想这是一个必须去串联到整个高教到中等教育甚至跟基础的
教育，整个要能够让人才的培育能够衔接，所以地方政府在这里面啊，就扮演一个蛮重要的平台。我们希望说，大家除了做区域教育联合治理，用教育的主题，这个在中区上面，我想已经做了10年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好，这个是往横向去链接，那么另外要纵向的链接啊，也就是从高等、中等到基础教育，也是要去把它链接，啊，这样子打通任督二脉啊，我相信人才可以有出路，啊，那我们社会也会有出路。那我在想说，分享几点我们台中市政府我们在扮演的角色，啊，也希望能够跟教育部啊全力来配合，在推动有关于啊这个卓越教学，还有啊产学训用合一，好，这一些政策上面。那么一方面，台东市政府有一个青年希望旗舰计划，我们就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从这一个就是就学到就业，甚至创业，好，整个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市政府都帮忙想过。好，那这个过去尤其教育行政权啊，在大学是归中央，好，甚至台中市的高中职也有相当部分是国立，好，那又有私立又有私立，好，所以我们在今年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其实到目前为止成果也还不错，就是把这个17所国立的高中职啊，跟22所私立的高中职，好，在行政权上改立由市政府啊来呢啊这个就是主管，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有这个不一定就成功了，没有这个的话，对于教学资源的整合就很困难，所以已经中区啊这些大学13所哈已经整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又能够把高中职啊更甚至到12年国教都能够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看到了大手牵小手啊，大家一起走，一个人走100步啊，啊，你不如100个人都走一步，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非常强调整合啊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在讲说创新也好，创客也好，啊，这里面就是要让很多的观念跟资源，还有呢这种人际的交流的网络是可以链接的。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才他就很容易不用那么辛苦，自己好像要背着这个重物啊，从头跑到尾，你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你再去创新，做一些突破。所以我们的青年希望旗舰计划是一个可以说在台湾里面大概比较扮演起地方政府整合跟链接的角色。好，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也是在就是产学训用方面啊，我们有一个就是人才培育资讯的一个服务系统建置起来，然后又有媒合中心，好，也促成了包括15家的高中职、15家的国中，还有6家的科技大学，跟50家的企业界结盟，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好，那么甚至我想进一步，就是能够挑出100家的企业，让很多高中职啊在校的时候就能够当作他企业参访，有时候哪怕只是去开个眼界，对他来讲帮助都很大。好，那再来我们也有一些创新哦，是已经开始在做纵向的这个合作，比如说我们有4+3+1，从大学高中3年，好，到国中第3年，这样4年大学啊，3年高中职再加1年的国中的一个合作，好，比如说像勤益科大跟大甲高工，还有大甲国中等，好，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让孩子啊如果有志向，啊，想未来做不管技职，啊，或投入到这个
创业的，能够提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非常多的这些也算是政策的创新。那我们最近也在推动一个创客行动车，好，希望能够帮忙比较相对资源没有那么好的这一些高中职以下的学校，提早的能够去接触跟创客有关好这一些知识。那么还有非常多哈，总之就是说台东市政府很高兴，也很乐于来参加教育这个大家庭。那我们跟中央也在链接，所以非常大的很多多的政策。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谈智慧机械之都，包括跟航太产业的结合。其实台东市一直很欠缺一个智慧制造的示范产线，而我们就出面了，争取工研院。那工研院说他的预算固定，如果做了这个会排挤，我们就拜托这个经济部能够利用这一个科发基金或前瞻的计划，另外再框列预算，那就尽快的可以在精密机械园区设立这一个智慧制造的示范产线，未来会移到水南这个经贸园区那个地方。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逢甲的李校长，还有中医大的李校长你们来帮忙做这个整合的工作。总是我是觉得在一个全球化资讯时代怎么样去做各个领域的界面的整合，其实那个就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所以跨域跨界就成为了各种创新的一个最主要的动能。那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不能用传统的一个老师可能是20年前他的老师教的东西，然后来教给孩子他20年后要用的东西，这样就落后40年。我们要教孩子带着走的能力，我们希望说真正的大家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是可以真的他感受到他自己要学的，然后学到是带着走的能力。好，那从这一个眼道这个耳道、口道、手道、心道，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去释放他其实各种的潜能，从摸索当中就会有创新。我相信各行各业都知道，没有那个公式一套下去你就会创新的，就是你敢大胆的去做一个创客。那我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次在行政院的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里面，跟很多县市政府都不一样，我们除了提出交通水利之外，我们提出一个这个中台湾国际创客聚落，要以2个中心来群聚这些人才，来支持他所有不管创客创业或创新的一个需要。那其中一个是在现在火车站的一个大车站计划，我们整合了所有的中央地方政府的资源跟民间的支持系统，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很初步的想要进入到这个创新创业的人有一个环境，可以做这个包括资讯网络、人际的关系、金融、法律，还有所有办公设施跟相关的这一些支持系统。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比较中级以上的，那么比较走更国际已经有一定的水准的，就是在水南，水南的创新研发专区，我们市政府所能够分配的土地，我们也会来呢提供给产学进驻，这样的话让人才聚集在一起之后自然的它就有一个创新的环境。那我们要筑巢引凤，然后人才要从小开始。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写许文龙的，就是2个饵只钓一条鱼然后封面上我就写说这个一张纸如果画上格子就只能写字，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一张无限想象的白纸，由他自己去画出他心中的梦想。我们教育不要画太多格子，
我们教育到孩子啊，有些人哈，他的整个思考，好，不要去把他扼杀。那我相信，只要做好我们的这个教学卓越，那么这些创新的这些这么多的措施啊，我们台湾的最有希望的还是在年轻人啊，来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天赋。我想台湾啊，一定在世界啊有我们立足的之地。那也再次的感谢教育部还有各大学，好，尤其我们科博馆哈，也是我们台中最重要的一个文教的资产哈，周副馆长啊，大家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也很高兴哈，那个成果这么丰硕，那也祝福大家哈，今天的这一个联展，大家非常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市长给予我们这么好的环境，一同来学习。接下来邀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周文豪副馆长为我们致辞。欢迎副馆长为我们致辞。理事长、理事长、两位理校长，还有各位校长、各位贵宾，大家早。早。孙馆长今天不客前来，但是由我代表孙馆长还有我们全馆上下欢迎各位到来。那么刚刚听到市长还有李校长谈论了一下有关于在中区这样的一个卓越的一个教学的杰出的表现，我想科博馆今天能够有各位贵宾来到来呢，不是只有提供场地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而已。那么我跟李校长报告，还有跟林市长还有市长还有各位校长，我说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晚近科博馆在 The New Museography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杂志里头被选为全世界15个终身学习终身必看的一个博物馆之一。我想这是长期以来科博馆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台中市刚刚林市长特别提到台中市我们跟科博馆之间事实上有很多的合作，那么共同努力的地方，那也大家的支持，所以科博馆有这样的一个呈现。那么科博馆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在为12年国教育做努力，那么换句话说啊，我们的目标啊不见得只是在中小学而已，我们希望为每个学校一个中大学教育这方面能够预备好的人才，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跟各位校长报告一件事情，我们事实上在很多的高教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合作了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让今天科博馆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也期待以后我们有更近的交流，让我们的中区一直维持在卓越计划里头名列前茅。在这里预祝我们这一次展示成功，也期待的我们中区的卓越计划更加卓越，那么更上层层楼。谢谢大家光临，谢谢。谢谢副馆长的支持与勉励。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活动的启动仪式，将教育部的部徽与中区伙伴学校的小徽一一扣上我们舞台板上的齿轮，代表着教育部与中区伙伴学校共同创造教育新世代。首先邀请教育部高教司李燕仪司长、中区召集学校逢甲大学李秉乾校长、副召集学校中国医药大学李文华校长上台，请先站在舞台中间与部徽还有校徽进行大合照。请将部徽以及校徽扣上我们后面的齿轮。
谢谢三位长官，请先回座。接着邀请大业大学欧嘉瑞校长、中山医学大学吕克环校长、中兴大学吴宗明教务长、亚洲大学蔡进发校长上台，请先至我们的舞台中间与校徽进行合照。接着呢，将校徽贴上舞台板上的齿轮。谢谢四位长官，请先回座。接着邀请明道大学张继清副校长、东海大学王茂俊校长、彰化师范大学郭彦光校长、暨南国际大学江大树副校长上台，请四位长官先于舞台中间与校徽进行合照。校徽扣上我们舞台板上的齿轮。谢谢四位长官，请先回座。接下来邀请台中教育大学侯真堂副校长、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林华维校长、静宜大学唐传义校长上台，欢迎三位长官，请将您的校徽。拿至舞台前方进行合照。接着呢，将校徽贴上我们后方的齿轮。谢谢三位长官，请先回座。好，谢谢所有长官为我们贴上校徽还有部徽。那我们所有的校徽跟部徽都已经就我们的位置了，那现在让我们邀请台中市林佳龙市长、教育部高教司李燕仪司长、逢甲大学李秉乾校长、中国医药大学李文华校长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请各位长官们将手放在我们的水晶球上面，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启动！本次成果展利用大小齿轮环环相扣的概念，象征着教育部带动中部地区13所伙伴一起转动，希望未来教育部能够继续带领中区区域中心与伙伴学校迈向下一个新世代。谢谢各位长官们的参与，让我们再创教育新高峰。现在我们要把这值得纪念的一刻记录下来，请13所长官尽情到我们台前来进行一张大合照哦。同时也邀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周文豪副馆长也一同上台来跟我们一起进行合照。大家围成一个弧形，尽量站成一个弧形哦。
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